几回啊？几百年啊？那两场比赛，就像看见老朋友，阿姨热情招呼问候。林场佐跟罢免案直球对决，徒步扫街，把亲和力开到最大。一月九号就拜托他出来，打不懂。握美之手，弯腰鞠躬，身边还有吴佩益、刘耀仁、周威佑在地议员陪着跑。距离一月九号投票日倒数，外界认为林场佐罢免成功与否，关键就在于投票率以及仇恨值高不高。那没办法，哎，别听人的话啦，咱家己主心定就好啦。支持林场佐选民大有人在，林场佐要化解对手仇恨动员，就得让自己地气接好接满。其实仇恨值的高低还是在于民众的态度啦，应该说我们维持过去几年来的我们工作的这个态度，那努力的争取大家的支持。我们罢免咱中正甲咱家这个林场佐委员实在真无力。林场佐释出感性影片，同时也从理性面着手，用4130字答辩书回应五大罢免理由，还做成图文，要选民回归就事论事。我们就回归就事论事的话，其实每一项罢免的理由，包括罢免这个罢免方提出来的这个五个理由，虽然简短只有这个五行文而已，我们也是用了4000-5000字来回答。感性面、理性面全出招，林场佐谨慎应对罢免选战，用软性诉求化解罢免方仇恨动员，全力保住立委这一仗。三立新闻简汉敏、王玉竹台北采访报道。